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？听着啊，你说一个。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，打一个字。哦，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。嗯，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，这是什么字呢？人字。哦，人民的人呢？哎，那怎么会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啊？你看，一年是四季，仨月为一季嘛，正二三就是春呢。嗯，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，这字念春，对吗？嗯，对对对。我说的是三个小金，一个小金就短一天，嗯，三个小金就短三天。那个春除去那个三，再除去那个日，就剩一撇儿。那好嘛，他这字全除掉了，仨小金就是人字儿。嗯，这有点绕乎人。再说一个，你猜猜。你再说一个，大姑娘她妹妹。啊，这字我猜着了。嗯，二姑娘啊，打一个字，一个字啊。啊，哎呦，这我可猜不着，这是什么字呢？字。哪个姿啊？姿态姿容的那个姿。哦，姿容的姿。一点两点，这边一个欠字，这个字念刺，底下一个女字。哎，这念姿。大姑娘她妹妹吗？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？大姑娘是长女，二姑娘不是次女。哦哦，次家那女啊。好嘛，次女。对对对，有点意思。再说一个最简单的，让你猜着吧。啊，您再说一个。听着啊。哎，您说一数。嗯，一边一点儿。哎，你等我想想啊，这字倒好猜，一竖一边一点儿，这字我猜着了。嗯，您这个字念小啊。啊，姓卜的卜，卜。哎，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？那不是一竖一点吗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？啊，是啊，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？好嘛，那那块喇呢？那边没点啊。那边没点呢、啊、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？好嘛，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。再说一个你猜猜。您再说一个。说一人能坐，俩人不能坐，大伙儿全能坐，不能瞧着坐。这也是一个字啊。嗯，您这次我倒猜着了。什么？您这是个凳子，小五凳那凳子，凳字啊，小凳。哎，小凳。那怎么一人能坐，俩人不能坐？你看小凳子嘛，一人能坐，一个人坐凳子嘛，一人能坐，俩人不能坐，俩人你坐不开呀、啊、大伙儿全能坐，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？不能瞧着坐啊？都能瞧着坐呀、啊、这个不能瞧着坐。哦，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。这字还真深奥了。好，就在这点。哦，是是，这是什么字呢？梦。哦，做梦啊。哎，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？做梦都一人做呀、啊、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？这倒没有。哦，今天星期日，您没事休息。那怪热天，别出去了。咱干嘛呀？躺下做梦玩吧。做梦没听说过。见不着啊、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。哎，人人都能做，谁都能做梦啊。哦，不能瞧着做呢？有瞧做梦的吗？一人在那儿睡觉，旁边站六个人瞧着。啊，行了，别瞧了。嗯，他梦见什么了？咱们哪知道？怎么样？哦，这还有点意思。这都不算了，这不算了。不管是几包烟啊，都不要了。再重新再说，因为这是一种游戏，不是赌博。哎，智力测验。我再说一句话，打一个字，那我准能猜着。这包烟你要输了，可得给。哎，一定得给。哎，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。哦，可以吗？啊，您说一个吧。嗯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？一句话打一个字。哦，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啊。嗯，我研究研究。好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，七个字打一个字。半夜有人叫门，老郭，谁呀、啊、我。哎，这字念我猜的话。行了，老侯，这我可猜着了，您这字我猜对了。不行啊，我这个我没弄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，我不能够说这么深奥的，你猜不着啊。这个咱们不算了。不行，我再重说一个。老金，就是另外说一个。什么不算呀？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，您说的这字念我，这回对了，念我。你这水平猜不着、啊、什么
我这水平才，我动脑筋了这回。你说念我，我说不念我，你这咱俩扯皮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干嘛扯皮呀、啊？这是算了，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。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，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？你要不表演，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？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？啊，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，这是我的家。你这么一叫门，我一问你谁呀、啊？你只要一回答说我，你就给我一包烟，你就输了。要不说呢？不说这我字，我给你一包烟呢。行了啊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？半夜我家等你了。哎哎，我准等你啊，一定等着啊，一定等着你。我不一定来啊。哎，那我就别等你了。你不来，我等谁去啊？半夜叫门问声谁？你得来呀、啊，死一会儿这儿找我来。来啊！哎，一定得来。这回我猜对了，这回嗯。小红，嗯、门口卖单呢？谁在门外待着？这人这档口啊！你什么时候找我来？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？啊！半夜了，我在门外头干嘛呀？没在屋里有蚊子，没听说过。我这在屋里待着呢，我瞧见你了。哎，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。对了，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，这个你还得叫门，我好问你。那这回呢？这回这不算呢，不算。那当然你没叫门呢。嗯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？这字是我字，没错。嗯、没在家。在家呢？在家不愿意。我这踩炸弹上了。那不就就拍门。你这半天这拍门，我怎么问你啊？对，我知你那干嘛呢？你我知你那烙烧饼了是吧？你得叫门，我好问你啊。你不叫门，我怎么问呢？这人怎么回事？这又不算了。当然了，你得叫门，我好问呢。老公，谁呀、啊？明儿见。明儿见了，这好不好？这不怎么样，这个。您明儿见了，今儿你干嘛来了？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。打什么招呼呀、啊？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。一包烟吧，怎么了这是？再来，这明儿见了这个，再来吧。老公，谁呀、啊？出来瞧！哎，出来瞧不见？哎，出来了吗？没出来，没出来。对了，这怎么往外诓我呀、啊？这个，我知你谁，我就出去了。这回了，这都不算了。这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。为什么让我说呀、啊？干嘛让？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。怎么了？就为一包烟就这样啊？至于汗都下来了，一包烟至于吗？就是我字儿嘛。说我怎么了？说我倒是得给一包烟呢。说我就算输了，就这么定的嘛。快来，你不信你试试看。真是我告诉你，谁呀、啊？我，你输了。